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Brian B 咋，今日咧要同大家介绍翻 Dark Soul 咧 Remaster 其中一个翻不荒不死怨嘅方法。翻不荒不死怨啊，咁咧首先咧你就系要喺呢个全火祭祭祀场啦，萤火冲上嚟电梯嘅呢个位置，其实我都唔使行落去啦，大家都知系边噶啦嘛，系咯。咁咪全火嗰个萤火位咁样行啲楼梯上嚟。跟住之後呢，行返去電梯呢個位置，踏入呢個電梯，跟住呢你會可以喺前面呢個位置行到出嚟。咁你返幫不死院嗰度呢，係因為你可以攞到一啲特別嘅物品同埋鳥巢換物啦，咁所以需要喺呢度建議用跳躍 ,ok, 停架。其實呢度要跳過去嗰邊嘅，咁就試下佢碌。喂，碌都得喎，其實係咪啊？喂，但係點解上唔到去？係啦，咁其實碌都可以嘅，咁但係我首先係要喂，喂，我要行上去喎，大佬，跳啊！哇！爭啲跳出嚟 ，OK， 系啦，咁就要行過呢個位置。咁咧，原路你係可以翻到，行到一個鳥巢位嘅。咁鳥巢位喺上邊，系啦，呢度行上去就係鳥巢啦。咁但系我首先要攞一條鎖匙先嘅，即系呢度北方不死院二樓鎖匙啦。OK， 咁跟住之後要平價重咩重？好啦，咁跟住呢我要落返去再去個電梯位度再跳過嘅，但係邊個位置會比較安全啲？等陣先，你呢度可以落去 ，OK。哇，扣血，我想放棄了，唔好放棄住啦 ，OK。咁呢度再上返去啦，再搭多次電梯。呢邊個電梯上唔上到啊？好似都得嘅，試下。都 OK 嘅，都系啦，咁就唔一定要右边嘅，左手边嗰只都 OK。嗱，咁头先一次过碌就 OK 啦，咁试下今次碌得唔得啦？诶，得喎 ，OK 喎，好。诶，点解今次可以咁顺唔顺到嘅？喂，好简单嘅其实。好，咁跟住之后咧就继续啦，继续上去。好，到咗鸟巢啦，鸟巢就喺呢个位置。OK。好啦，咁跟住呢你就需要行到去呢个鸟巢位啦，按下圆形缩成一团，等大概十零廿秒到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。好啦，咁啊十零廿秒左右呢，咁又動畫出現，咁咧又有住就會有一隻鷹翻嚟去夾翻你翻去呢個北方不死院度嘅。咁其實翻去做咩呢？咁頭先講過啦，鳥巢換物啦。咁咧同埋攞啲重要物件咧，就係、是、包括咗呢個生鏽嘅指環嘅鐵圈啊、鐵環、生鏽鐵環。咁啊，貨你可以喺病村嗰啲沼澤地咧。可以暢通咁樣去行走嘅，因為咧行啲沼澤地會行到俾人 kick kick 下噶嘛，咁所以你攞咗個生鏽鐵圈之後咧，你就可以好方便地去行走啲路啦，冇咁容易死咯。好，咁首先咧，如果去咗個鳥巢先，嘿，哇緊頂緊頂緊頂，嘿。嘿，哎呀，仲有，嘿，再嚟，好，搞掂，好啦，咁而家行过鸟巢位啫，鸟巢喺呢度，咁你又听到有啲声音嘅。O K， 咁要俾啲嘢佢啦，咁我而家就放低某啲物品去换翻啦。咁有咩咧？海红呢、這个。吊旗一紙台啊，誒冇得丟噶咯喎，即係佢係淨係貨，你可以丟一粒，
诶，点解呢个冇得丢嘅？哦，因为我装咗喺身，咁卸除翻佢先。呢、這个头盖骨都可以嘅，好似咁，我放埋落地下先啦。哎呀，踩我！好，跟住解咒石可唔可以啊？火焰壶、修理光粉、七色石都 OK 嘅。丢，跟住就仲有咩啊？垃圾残渣啊，系啦。好啦，咁我呢啲放晒落地下啦，已经嗱，小心。再撳多下交叉下，即係你退出嘅時候撳多咗啦交叉，咁你撳多下就會撲落去嘅。好，跟住之後重登。好啦，又翻嚟啦。咁我而家重登咗之後咧，就應該可以執到地下嗰啲道具嘅，包括誒視形隻塊啦。喂，第一粒嘅喂。睇下先，哦 ，OK， 原来系要逐样掉嘅，咁我头先贪心咗啊，一下掉晒出嚟，咁所以就而家逐下再掉过啦 ，OK。咁我系冇咗个头骨同埋呢个垃圾残渣嘅，叮。咁我烂麻袋都可以换到一个恶魔大锤嘅。好啦，咁孖生人净换到个宝贵牺牲戒指啦。咁我而家按轻嘅嘢就应该齐啦。系头先唔记得买嚿屎去换个恶魔石，系啦，咁鸟巢换物就可以换到呢啲嘢，咁其实可以上网去搵翻嗰个鸟巢换物啦，可以睇下食物表，你会见到可以用咩嚟换翻啲乜嘢咁样。好啦，咁跟住呢，好啦，咁跟住之后咧就要入到去挑战一下一个。难关，跟住之后就翻萤火坐坐先，咁以下落嚟就要打只 boss， 系地下个 boss 啊，咁另外就系打翻之前嗰个俾元素瓶嘅骑士，同埋攞三十条鱼环。前面呢度行嘅时候要小心，中间地下会跌落地嘅。鬼，乜鬼？系啦，小心前面呢度会跌落去打大佬嘅。咁我哋行翻侧边啲路仔啊，去搵翻个骑士。哇，上面咧仲系有陷阱啊！其实，喂，过嚟喂。喂，想冷静啲咧。再见。好，又有得逃文盾。好。补给元素 OK， 使用道具系啦。咁因為之前我騎士都話會死咗攻擊我哋嘅，咁佢而家翻嚟就真係卜咗你嘅，哇！哇，小心啊，啲啦，好，一嘢插落去啦，
哇，咁多隻嘢嘅呢度，几得意啊！好啦，开锁，用咗个不死丸二楼西侧锁匙。好啦，三手铁环取得，咁而家就可以翻翻落去萤火打 boss 啦。喂，点解有只黑骑士喺度吓死人咧，大佬？哇！哎呀，喂，喂死，饮血，哇，痛啊！哇，咪先，咪先，咪住先，我唔系啊！哇，哇，打！紧，红线石块，哇，紧赢嘅喎，真系。哇！喺呢度又有一隻嘅喂，黑骑盾，我顶，都仲系未有把剑啦，真系好嘢。咁啊，攞埋呢隻鬼二人偶啦，喺翻一開始嗰間房度，咁啊可以又走啦。咁啊，其實中間呢隻離群惡魔就可以唔打都得，咁當然打又好啲啦。OK， 好啦，咁啊而家就去挑挑。嗰只雷群恶魔啦，好，一落嚟首先就卜卜先嘅，就打一走先咯。哇，嗰两只，嗰两只跌埋落嚟喎，有钱。哇，两下死咗嘢。
好，搞定。人性返回骨片，自然是圆盘。冇啦，咁就可以喺呢条铁梯度上返去。系啦，喺呢度落返去。咁就落返头先我哋打黑骑士嗰个位啦。咁就冇啦，打完隻 boss， 最紧要打埋嗰两隻黑骑士，睇下撑唔撑到黑骑士剑。跟住攞三个铁环啦，要查回物啦，咁北方不死院嘅行程就係咁多啦，基本上。咁就係啦，影片到呢度，有咩可以留言问我啦，多谢大家观看，我係班人D7，拜拜。